马国明、商天娥以及吴岱融这天齐齐为新剧《比比大帅》开工。马明在剧中饰演娥姐和岱融哥的儿子，不过他和爸爸关系就很恶劣，见他和爸爸大打出手，还要出动娥姐劝架。我们在戏里面关系非常恶劣，对对。好像今天他们拍的戏就是打起来。对，我在我出场。我打我的，哇，那前辈哦。前辈，对对对，前辈有点大，没有没有，即兴拍戏，前辈啊，即兴拍戏，哎，前辈，他们才是前辈，对对对，没有。马明在剧中和爸爸关系就很差，但对妈妈商天娥就非常疼爱。日前，马明和娥姐还拍了一场温馨的母子床戏。我看你们第一场戏很开心，很温馨的，很甜蜜的，甜蜜，对对，床戏，床戏，昨天拍的就是床戏。你第一场戏就是床戏？哎，对，我回来第一场戏就床戏啊，值得吗？哎，温馨，很温馨，对对对，嗯，感觉很好。就是温馨的行动，就是蛮明平常在家里也会做的。对，我跟我妈看电视都会牵手的，嗯，对，习惯了，从小就已经有这个习惯。说她，你就是她的情人哦。对对，我妈说我是她的情人，我的爸爸，你再见了，这样子。